家好，我哋而家去食千里薯薯泡点心，喺 Crystal Mall。個燒賣好食，佢味道好出咯。佢黑松露俾得咗幾多幾多，成劈咁喺度，似 wasabi 都似嘅。如果 wasabi 咁多，真係好難。O K 噶，唔係呢個諗住應該都會攞走噶啦，所以供咗呢啲先。Cheers。奶粉粉冇乜嘢嘅，都系想鸡，今日系鸭嘅咁样。点一点佢啲甜酸酱。鸭啊！平时我唔系好中意食烧鸭，不过我觉得烧鸭咧好老啊，成日啲人都整得，但系佢呢个咧系有汁得嚟咧，算系好老啦，唔算好咸啦，热得，啊好好食啊呢个又，同埋个烧鸭皮都系脆脆地。它这个叉烧上面那阵皮框框隔篱那阵酸甜味啦，几好吃的。我又喜欢半肥瘦的叉烧，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好吃，瘦了少少，几入味。即是你自己的口味，但其实它好吃的，如果你喜欢瘦少少的。是啊，它好好喎。啲叉烧买完回来你吃那下嘢，你会觉得很干，它这个不好。又跟看落去系都已经几肥美，几多肉。好淋啊！皮我不喜欢吃，所以我拿起。不是因为它不好吃的皮，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肥，所以不敢吃。会不会再来过？会，因为下次会过来吃的，下次他们的火锅。我现在都要吃完一些东西，就差不多了。这间东西来说好吃吗？好吃。真开张，一定要来啊大家。这条片就这么多了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就给我 like 和 subscribe， 拜拜。我揿中间个掣。Jesus Christ！